Thank you.
銀行嘅。对，咁啊，多谢大家今参与我哋第五场嘅公耀赛事啦。咁啊，下次咧，将两个礼拜之后，将会喺嗰边一个草地嗰度做一个 acoustic 演出，系啦。咁冇咁多假唱啦，做一个即系 acoustic 演出，名字咧叫做即系我呢好三心两意，叫午后最后。午後的一片音樂草坪第二章，又或者午後的一片最後的一片音樂草坪，兩片其實咧，嗰啲係即係下午之後咧，草地很清新啦，就係嗰邊嘅，咁開始咧就會有一個好平靜啦，好舒服嘅。大家咧，如果我假如咧有天公仲未一個。一個即係點講？有呢個風和日麗嘅時候咧，大家可以不妨帶你呢個即係食物啊，即係飲料嘅時候，有咩咩就有呢、這個哇！多謝你嘅提示啊！有呢、這個Facebook Philips Media 有其實做其實 Ketchup 同埋呢個啊，你啊，就 Even Pimos 啊，同埋都可以有一個係即係比較即興地發生嘅演出，但我唔講住，我最唔講住嘅，即係有陳奕迅嘅，又或者係王菲嘅，係，唔知啊，咁啊。有談判論嘅，同埋咧，我哋有時咧今日咧，即係叫大家咧送多樂隊咧，好似我哋嘅前輩乜乜樂團嘅呢啲咧，基本上咧喺向台下觀眾鬥利是嘅，但佢哋唔記得呢樣嘢咯，所以你見到咧仲咧走緊啲人嘅時候咧，即係你與你大家已經耳不由自咧，不妨向佢哋獻上你嘅大家嘅利是啊！點解喺度？即係我哋以前我哋温拿樂隊前輩嘅演出嘅時候咧，就已經係要大發利是嘅啦。哦，講完唔知講乜啦。哦，咁啊，二十六號公益紅星嘅我哋最後演出第六場演出，再見啦，拜拜。